di fava, di mais.做你的工作人员好辛苦，让我来。我很好。白的发光是我，我是现在黑的发亮。你是哪位？下摆摊卖椰子吧，卖那个清补凉可以。哈哈哈，眼睛本来就小。对呀，眼睛小有魅力。怎么进摇身团队？首先得是个00后。什么意思？全部不知道。真的，这个团队，我觉得来这个团队得实现自己的目标进来才行。真的，团队只能说是一个实现自己梦想跟价值的地方，不能是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别人身上，那太累了。比正片更好看是怎么回事？我打工好，凭什么？你算不算手机试试前的纪录片？这土味情况。摇身螺丝厂的工作我已经辞了，挺没意思的。我要去当电焊工了，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让你眼前一亮吧。我找一个回答一下。听歌吗？歌会走掉，但歌不会走掉。哥，你俩的号是换个歌，你们猜猜我是谁？听说通宵了一个晚上。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超越了友情，咱们俩就像是小花和泥巴，因为你是小花，我才甘愿做泥巴。没错，你是小花花，我是泥。这个很顶啊！哇塞，这个，然后评论区最搞笑。那我要做小花花的陪衬，陪衬，你爷爷，超级加倍。不知道是那个称还是那个厨房，好多人微博不发了，微博冲还不发了。你还不如沉默呢。你这一通没听清楚，你讲一个字。还有一个什么情况是什么样的？给谁发的？就是上面。你发的好无聊，说实话。被攻击了。真的很无聊，他办的。我真的很无聊，我不敢乱讲话。等于没说一样。那这就来了，来了就不走了。来了要冲来了就不走了。但他会觉得你太慢，能不能快点？可以酒店休息了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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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吃煎饼果子了吗？还没。好无聊。你是在音乐节这样互动，是不是太搞笑了？因为你是小花花，我是你，他们可能好了好了，太好了。